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体育店教练 Mars。那今天为各位示范的训练器材是 Lateral Raise， 它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肩膀、三角肌的轴束以及肌上肌的地方。首先，我先做个教学。我们踩坐姿，肩胛后收下压，那我们的背部要平贴于在椅背上面。再来，我们手臂会置于我们的身体的侧面，手肘内夹角约弯成90度角。那注意你的手腕关节不要压迫，不必使肩外展至手臂约与地面平行，不要过高。吸气恢复至原来位置。好，我示范一次完整动作。这样肩关节容易夹紧。我再示范一次完整训练动作。